玻璃顶后山路是花溪社区通往信义路的主要连贯道路，长度大约是300公尺。不过，地方反映这条道路才4米宽，唔那是出入真不方便，交通安全上有真大的问题。玻璃顶公司规定要拓宽这条道路，邀请管理员以及里长、地主甲里民来召开道路拓宽说明会，希望会当量产完成道路拓宽工作。玻璃顶花溪社区环境清幽，非常适合居住。最近社区发展真紧，居民是愈来愈多。不过主要另外道路非常的矮。因为阮大南里吼，这虎山路吼，啊，伊是细条吼，啊，进前重划的部分无重划，甲这条路啊，地势甲即摆才来发觉讲，这个路段有较矮。为了要改善出入道路的交通，社区要求公所来拓宽改善。公所特别召开道路拓宽的说明会，并且规划拓宽的方案，提供居民地主来参考。我甲科长研究了有三个方案，就是讲第一个，按当然是两个方案啦。第一个就是路线划分加相平，好、哦、啊。第二方案考虑到建筑物补偿的部分。来吃百分款这边吃，完全土地用这边，无建筑物补偿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方案啦。好、哦，啊，即摆就是讲，互恁大家去想看卖啊。无到4米的道路要拓宽到8米，因为卡着私有土地部分，必须要完成用地征收。社区居民提出因的看法。那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，其他钱的部分呢，其实我觉得倒不难啦，因为咱有这个社区人会来管。公部门会当来找一寡，啊，过来呢，这个社区诶，这个从化基金每当动用一部分，哦，这个倒不难，最主要是地主的意愿啊，怎么样？这组管理员我个请柯阿甘特别出席关心，因基台道路拓宽计划尽速完成规划。所以经过咱的这个里民啊，啊，咱社区的居民来订正吼，因已经啊拍拼真久啊，都是敢那五万公哦，这条路啊，咱的政府公部门会当来赶紧来甲拓宽。啊，咱希望讲，地主来当同意讲吼，啊，看什么介绍吼，啊来提供来好。来给社区的人来买吼，啊买的来提供来拓宽，啊来拓宽来提供给咱这些居民出入吼，会计真方便安尼。目前公所积极咧协调地主的意愿，基台早日推动虎山路拓宽计划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